来自德国的手工琴 Lakewood 3A 级欧洲女山面板以及可可菠萝侧背板，清晰的中频还有温和清亮的高频，让整体音色不会过于尖锐，动静自如，有收有放。可可菠萝木纹缜密整齐，非常稀有，可以说是非常特别且具收藏性的木材。外形的部分，旋钮及旋钉使用的是 snake wood 蛇木，木纹相当有质感。纸板上的镶背装饰也是制琴师精心琢磨，每一个细节都非常仔细。来听听看它的声音吧。接下来这把是 Lakewood M45 Custom 欧洲云杉面板，洁白明亮，音色广阔洪亮。侧背板选用的是 Zerico 十二熊蕊破布木，而镶黑饰木，木纹呈不规则状，色泽暗褐。Zerico 木材量较少，无意培养，低频饱满，颗粒感十足，突出。蛇木材质的旋钮及旋钉，正所谓魔鬼藏在细节里，整把琴霸气十足，很是吸睛。琴器的部分采用 LR Bakes Hanson， 稳定的音色表现，相辅相成，一起来听听看吧。